很苦哦，一点点就好了。我们的黄连都蛮苦的，一点点就好了，吃就有了。你好饿。很苦吧？大家都快中风了。我刚才没有咬，我就吞下去。要中风的是那一刻，卡在这。那先让他吃。哎，我们第一次有，整个汤匙炸上来了。走一个，干了，撞一个，撞一个。哇，一口吞。哇，浮夸浮夸，没那么快的。浮夸，快。哦，前脚都在。浮夸浮夸，嘴巴闭起来，不然粉会喷出来。他吃，他这个表演应该是酸。我觉得他看起来不苦，可是他其实应该很苦，他在忍。哦。他眼睛红了，真的假的？照理说，如果是苦，他应该赶快吞下去。然后他也在那边咀嚼啊。下一位，想看谁？下一位，还是就上顺着过去，顺着吗？顺着顺着。换我，换我。哇，真的超大。闻一下，闻一下。其实那个又特别黑。哎，有咖喱那么浓的吗？财经主播，整口吃。来，开始报新闻哦。他好像是真的苦哎，他看着对，他是真的苦，他用他的牙，好苦啊！他左半边的眼睛已经好苦，他跟嘴巴抽搐哎。对，有的时候不要转过来，我这里我会紧张，好苦啊！好了，鼻头红了，好，来，哦，很香哦，哦，红酒味哦，好。吞下去，你都是用吞的，哦，还在，还在嘴巴，很自在。用日式咖喱，你们觉得谁吃到正常的？我是陈哥哎，你们两个对陈哥应该很了解，对啊，他是这么有心机的人吗？你觉得？我觉得陈哥，陈哥正常，那既然陈哥就陈哥正常，你可以有一点自己的建议吗？因为说真的，吴秉辰不好猜啊，吴秉辰他吃什么都是人。对，对啊，他不好猜了。确定中间那个是吃到了，应该中间确定了。最后五秒，就剩五秒，猜拳吧，猜拳输了，输了出去，输了最后决定了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哇！我们没有猜，剪刀石头布，布。Yes！我要看我爱谁。最后你要去试试，你决定谁？最后谁？然后你先一个人，然后往那边走过来。对，陈哥啊，那你去吃。陈哥正常，不苦，不苦，你们就赢了。是好吃的。关关，你愿不愿意吃一点点苦的？他的牙套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试试看。哎，你牙套可以吗？很苦哦，一点点就好了。我们的黄连都蛮苦的，一点点就好了，吃就有了。哎，你好饿。很苦吧？大家都快中风了。我刚才没有咬，我就吞下去。对，要中风的是那一刻，卡在这。那个中药苦是那个苦瓜蛋五倍，超苦。那为什么吴师傅可以？他不是更夸张？他很厉害，什么都厉害。好吃是你现在喝那个黄连是不是？你来一个。